教哎、欸，酷哎、欸，快看啊！他说什么？哦，他说今天社团介绍，听到关热舞社的东西觉得很帅，然后他以后哎、欸、不是，是他想参加热舞社，长大以后当街头酷男，然后就想他当酷男的，不准！好，谢我曲折，我也是酷男，我也是酷男，同学，我们现在进行校园安全检查哦，把你们的违禁品放在桌上，我现在会一一下去检查。来，林国华，你口袋鼓鼓的，我可以检查一下吗？对，那我看看。嗯，那我可以看你里面穿什么衣服吗？穿学校衣服吗？拿下来我看一下。好，那我可以检查你的柜子吗？好，可以。来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可以带回学校的吗？那你带这来干嘛？下课关于休息。我只想要你没有带裤子，你都裸了，你穿裤子。等一下，啊，我这个有问题，要不要做？是你一直有问题，要做啊！哎，你不要跟我讲你要做什么，我要走。可以啦，黑发，沙茶，该死的没有人讲话。我只想要拉住你，面好好。你只会知道正面和负面说。好，在我的生涯教学生涯中，在进取中学，记得我收绳十秒钟可以完成，结果太迟。后来我就九秒，他也九秒，最后我八秒多的时候呢，钟声响了，因为私立学校，钟声响了，下节课老师就进教室，我不得不怎么样离开教室，学生就非常的怎么样，义愤填膺。